2500的箱子等下变他妈2500，兄弟们，但是你们千万不能告诉天天，不然他以后再也不可能给我开箱子了。You know everybody OK 等下千万不要说，千万不要告诉他2500的箱子变2500。미니언들이상상되었습니다哎，我这回一直在打排位，但是我要看手机令牌就很分心。사냥을위해왔지만과일때문에남아야겠어난살아돌아올수없던자들을위해여기에왔다第一波变身让你进坑，你就给我嚣张，你过来，我抽你的嘴，我完蛋了，认真了啊，这一波金克斯，我直接生气。这我都反应没反应过来，好耍的卡，随便打打，锤他起来好吗？快，锤的也太慢了，你是锤他呀，锤他呀，你用你的小拳拳锤他呀，宝贝儿。还是个闪现勾勾出事，其实不闪现勾的话，对面是不敢来的，对面那个暴力不敢来。起码这个兵线过来的 AD 也没助攻，不算亏。AD 还有闪。여기마음에드는데그냥여기남을까이아름다운곳은내가찾는거야还有屎，其实我不怎么怕他们干克我们。처치습니다好狠。변화하는세상속에서스스로방향을결정해야해先放出来了，他们放，现在让我们打不过。아군이당했습니다还是那个前面放。我要想办法消耗箱子，没事。
他这个兵器在这儿勾我是什么意思啊？先算了，你们打野在保他们。我如果先不吃的话，我会很崩溃。那你淘气打，我臭你啊！这不像我站塔这儿，如果我还死的话，我接受不了的呀。怎么站塔下两个满血队友在跟我们发威啊？太懂他喽！现在满血在塔下都不能吃线了吗？哦，怪，他妈不对劲，调整，这波有点亏，好毒，点燃，打个这招。他什么都没用呢，这一滴还有血。这怎么什么意思呢？我这满血的队友在狂发威是什么意思啊？这中路跟辅助先把他两个人毙了，我满血站塔下疯狂威，每一波都在威，这谁顶得住呢？I'm so sorry. 我操，什么意思？你跳过来。没意思，真的没意思。哇，真的没意思，早知道直接走了。这为什么还会有一个上单搁这开车的？想吃一层塔皮这么难吗？
们这机枪勾的好准啊，这会儿三杠一，我跟他的数据换一下就好了。我能吃这个。别啊，西巴 ，please get a baby 啊！哎，完蛋，漏了两个。What the fuck？ 又漏一个。제2의 피부가 저를 처치했습니다. 아군이 당했습니다. 움직이는 대상이 더 오래 살아남는 법. 双烧的，我跟他装备，他多一个三百的短剑，他死了。他死了。你看 ，Hello baby， 不妙。这锤石来的也太快了，你倒是他妈去干克一下呀！你倒是去干克一下呀！这个人，这就往下走。这个人头我吃了不要太舒服，我感觉我都要起飞了，但是没吃的。没人呢啊，这也得回家了，直接真的假的。吃十个人，사냥을위해왔지만과일때문에만나야겠다妈的，他没死，我死了，什么鬼啊！哎，我买公司鞋了，还行吧，我反正，但我也是三百啊，死了，也有点贵。哦，哎呦，这个钩还有点燃吗？有点燃，杀不死。我怎么一级杠四了？난살아돌아올수없던자들을위해
狂轰之力。抢掉呢？我说我这么可怜的一个 AD， 锤子呀！我靠，300变50，这波理财，我靠，就像最近的基金一样。哎，死了吧，宝贝儿！我不适合你两下，我真的没有办法开心了。完全不开心，千万别动，你们快跑！这是个神，不是，这是个有问题的英雄。我错了，对不起，我又回来了，我又来了 ，A 你一下40，哎，完美，他回一下都不止40。好，哎，你觉得你在鸟我吗？还是说？护盾都 A 不掉，我上面有个豹呢，香蕉拔啦，难道我感觉是个送的呀？我感觉我们能赢啊！행동스스로고올게이피부는생존하는법을가르쳐줬지이제살아가는법을보여주겠어凭什么啊？凭什么？我保护。啊，你要上面操作了，就现在。
着入暖的情感，灵魂，你是我的眼，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黑头，哇！Team go for the dream, baby. Hey, let's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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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eah, we can, we can. Okay. Oh, 你还敢攻？啊，吵起来，好的，快跑，兄弟，我也不想 A 他呢。来，你以为我会害怕你吗？我不害怕，但是我需要逃跑。내피부는생존의아아드니파니过来啊！这治疗不可能给虚拟，是不可能给。走到我这来点你，没有。往下漏了一下。我这中路哪来那么多补刀？220刀，跟那个109刀。这一盘我也不出清理，第三下还是出无尽。这对面这个上路兄弟，看着让人头晕啊！人头了，这不 K 了4个。有兄弟在送啊，收下收下。I'm sorry。
好扯啊！哎，我有点怂了，这不，不过我第一时间蓝眼没恢复，我也有点慌。这波其实不需要用闪。兄弟们，电子竞技实力说法，前面我打到空血的蛤蟆给我抢了，这个时候打了个空血的火 buff 等我来，兄弟们，只有四个字，实力说话，他感受到了我的实力。再看我这锤石，现在他都走脸了。我4-4打到17-4，好像这一段时间队友杀的人只有我在杀，全是助攻他们。你看，全是助攻，包括这个也全都是助攻，耶、yeah!！是的，都是助攻。哎，等，哇！哎，一波不了啊，兄弟们快跑！哇哟，好危险啊！别被收，这波被收很关键啊！对不起，不该发威的，我的。哎，你过不了吧？哎，还是有我表现的机会啊！我看也是。哎呀，这咋办？这兄弟我也没打算 A 的动他，真的太肉了，这哥们儿再追是你的工作。这不结束了呀，你们懂吗？游戏结束了呀。
这不，这明显游戏结束了呀！就对面这种四个人走中路走过去的，锤石也没在家的，就不可能有第二个人能想到会被偷家，你们知道吗？